我哪个才是亲的？莫得亲的，要过年二代亲的。哎，扣你手机啊，咋了？哎就好生的不要这么操心，我今晚上看一个万哥，上来一拿吧，就说哈，遇到啥？他是当官员的，当官员的，哎呀，他到现在对着他妈好大官哦，那哪个人上？你弄个老娘的啥呀？那我还行，一年3000块钱。他有得一半出来？他还有8万，因为他挣不到钱嘛，他挣不到钱。原来人家老了就没得用了嘛。我之前可是没用的，哎，家老了你们都用的呀。但是用了下，省点吃，省点穿。吃呢也吃不到好多，是噻。有本事，啥子有本事你看。我刚说的三五人员。我给你转过来，你拿着利息。我三五人员，你看。大概是你拿的点，你拿，还拿，要不拿不要带啊。你这钱拿不上多。微信能打过去吗？微信啊，你微信那个转过去。微信。转款转过去噻。这个转，你要改嘛？给哪个？你张建明儿这儿媳妇儿嘛？你那个钱是那个？我是这边去他处理。要不然从你卡上就转过去。你又把一只牛。好，那这个钱你给我带过去吧，我转。转！你把钱到这个转来。这里我。